啊，各位同心，我们现在开始上闭幕式哈。好，大家以热烈的掌声欢迎议长，谢谢。顶一节，甲大家讲的，这个图爱给大家看，才会了解讲，这个所在啦，是比台北市街头道一一杯头杯半啦左右啦。无，伊比台北较大，系啦，比好四分之三吼，迄摆紧啦吼，我所在的information是吼，头加一倍半较大啦，吼，啊，所以摆紧吼，啊，因为我这个图奈要互大家看的重点伫带，你知影无？我头拄啊讲过啊。伊买予住伫遮个流氓政府遐个留落来遮个人，走去乌白走啊！所以讲，恁当来住伫遮，恁若要有代志，遮都甲炸掉就好啊！拢伫遮内底，你都无法度伊啊！当你嘞，安尼恁清楚无？我们才会共同经营、共同管理。啊，这也足清楚啊，伊讲足好听，吼、哦、啊，来共同。我甲你讲啦，迄、那个你要进关的时。六乡啊，咱以前讲六乡啊，听有啊吼，嘿，都会好啊。你要用安怎带过去？你莫去妄想吼，伊予你会针对会去遐哩。伊是干那讲头拄仔咧报道，伊是咧邀请咱个工商人民啦、啊，人去遐啦，伊无讲恁军队啊来啦，无安尼啦。啊，这就是要予大家了解这个地理位置甲这个实际状况。啊，当然中共愿意啊。啊，我遮以前无路用啊的所在啊，迄、那个确定啊吼，咱要过来看流亡那个马英九执政七年，伊的负债啦，1兆6000多亿。吼、哦，啊，迄钱拢走去台，对台湾拢无啥物建设呢。我看唔敢公布啊，反正钱拢不回家来了。可，迄、那个咱会使安尼怀疑啊。啊，无确定啊！我予阿扁的重大建设予大家看，啊，马英九的重大的迄个建设予伊看。啊，阿扁做六年，啊，伊做啊嘛，阿扁做八年，伊即摆才做七年尔，伊的负债超过阿扁。啊，这都无法度啊！啊！你大家，咱这戆百姓要转给马英九，你要讲什么？后来，这个，给大家了后，要阁看一个，给大家玩不可思议的，就是咱来这读册交学费，啊，若爱会给大家有一个收获转去，我看。这里我足少看到的款，来，咱来看习近平啊，要来见天王迄个 PowerPoint 啊，习近平啊来见天王这个 PowerPoint，
迄阵啊，伊是副啊副总书记尔嘞，伊是副的尔嘞，毋是正的呢。啊，当然即摆正，咱甲改正的啦。迄个时阵啊，伊就去美国访问了后，去日本，啊，听美国安尼讲，伊讲好，伊来日本，去要去见天皇。伊因为外交途径啊，透过外务省，就是日本的外交部的安排啦，伊通叫外务省安排。外务省甲讲，歹势哦，阮你要见天皇哦，六个月前就爱拜啊啦。啊，你即马来讲要随便见，我无法度甲你安排。伊讲你无法度安排哦，伊怎啊透过美国，甲美国讲。讲伊要去见天皇，啊，美国甲安排去见天皇，啊，去见天皇安怎甲讲？你知影？伊讲哦，中国即马经济较好过啊，有这个经济能力，啊，想要来买台湾平湖，会甲日本天皇安尼讲。啊！日本天皇讲呐，歹势哦，阮祖先甲子嘛，拢无咧卖物件呀，哎，无咧卖物件，啊，伊要来去甲买啊，所以这个信息啊，有个人啊拢唔知啊。实际上，中国遐高层的人啊，足清楚。台湾已经成为日本的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以前早期，那个啊，中国的那个总理，哦，足派的手电棍头部，台湾是我们不可分割的领土，安尼话。大家唔知记哩无？伫电视上，啊，即嘛安怎？因遐讲，台湾现在是什么？他们的核心利益啦，改变啦，唔敢讲不可分割的什么领土啊啦，因安怎讲出来啊？硬气哦，用爱笑，个国际法唔知啊？啊，都那讲啊，你的程度哪会遐低？安尼咧话，你的一个国家的做总理，一个国家的领导人都唔知啊，起码唔敢安尼话啦。因起码敢来讲啥？台湾是他们的核心利益啦。嘿，安尼尔啦，唔敢讲他们不可分割的。所以讲，因要来买啊，因要来买啊。哦，啊，这都是安尼啊。伊起码咧话，这都是温家宝啊，他。所谓钓鱼台，钓鱼台就是我们台湾的嘛。啊啊，这个就很明显啦、啊。因迄阵啊，底下的咧讲得足清楚啊，吼、哦，成安尼。好，咱即嘛要来看咱诶，个别等下咱诶本课程吼、哦，诶，成啊。公共事务甲成本的观念吼，甲这我有加减，因为成本上的问题，咱来看看这个问题哈。马祖政七年债务增加1.76兆，你看，阿拢提带去，有做真正的重大的公共建设啊无？拢可能走去平潭岛去，去遐做因未来的啊，迄、那个有做啥容身之地啦，吼、哦，走去遐去，我感觉，啊你咱这看吼、哦，阿扁啊执政，迄阵啊8年，他债务是1.32兆，但是。差的大，咱要比较因的重大
工程，和大家过了解一下。这重大工程，啊，这啊，员工拢唔是真正重大工程，当然，伊拢开二代，开伫迄个，你讲有诶讲合适啦，吼、哦，啊，拢是做啥花博啦，开咧拢无留落啊。哦，什么啊？什么？一个叫做“精彩一百年”哟，“精彩一百”啦，大家唔知听有无？啊，不是国民党建党是一百年了，他不敢讲，他用“精彩一百”啊。好，咱再来看到。很明显的看出来差很多，你看阿扁的政绩都是很重要的啊，这个建设啊，这就是什么开钱啊，如果没在为人民设想啊，放烟火，英雄爱马英九政府，英雄爱放烟火，安怎？乒乒乓乓，后摆迄都无留落来，迄都烧啊，无法度好去查咧。啊，无法度讲，迄那贪污足方便俩，迄后摆啊没有尾巴被人家抓住，你那重大工程。去验收发生问题，后来去追查责任啊！你如果工程乱造啊，当然以后会有问题嘛。放烟火安怎？乒乒乓乓都几亿都去啊那里？安尼是不是？好、哦、啊，查伫遮，这要给大家，因为这甲咱今日的主题啊，相关，我们要有成本的观念。所有咱这的同心阿伯啊，拢是咱台湾民政府的干部。说不定你要负责监督，你要负责啊去执行啊，一定要有这个心，一切为百姓设想。大家要有这个心，要为百姓谋福利，不是只是嘴在说而已，都要做出成绩出来。啊，这就是啊，你政绩啊是在流程历史。好、哦、啊，这爱好大家清楚的哈、哦、啊。好啊，咱即马要进入咱的主题啊啦，咱进入咱的主题来。啊，时间上的关系啦，咱我也可能讲这个甲讲这个啦，啊，其他的可能会讲这个啦，吼，啊，其他你若有带随身带来，无要紧，甲扩登去，啊，豆豆啊看，哦，啊有。有什么问题啊？我会使，那个回来啊，过来探讨。好，咱即马公共事务，这就是要做一个未来的咱的执政团队，大家拢爱知啊，什么叫做公共事务？我啊过来。咱爱认识这个成本，这拢要做代志啊，爱有钱啊，啊，这个钱啊，都爱有管理啦，哦，啊，袂使讲啊，来用花博啦，迄一点啊意义都无啥物，哦，伊讲要提升啊，这拢当然这个
拢是要互因一寡条啊较好过啦。啊，再来讲成本管理的重要，吼、哦，啊，再来了解啊成本管理的观念，啊，甲公共事务有来这个决策啊，忽略了一些成本，哦，这个啊重点吼、哦，咱我爱了解这个。好，啊来，在这个 PowerPoint 里面啊，咱看红的。公共事务是啥物？要来解决人民的问题，满足人民的需要，啊，来促进社会福祉，保障国家安全，这叫做公共事务啦。啊，若毋是安呢？员工一般的啊，毋是公共事务啦。哦，啊，这大家爱知影。啊，咱主要。了解这以后，咱台湾民政府的公共事务的指导原则是啥？咱的宗旨。咱上课的时候，拢有第一堂开信的时候，拢有咱的主张，有啊无？即嘛就是要甲了解讲，除了咱的主张了后啊，咱爱阁有啥？咱爱阁。咱的宗旨啦，咱的宗旨是一切为百姓设想。咱的人民啊，咱爱拢为人民设想，是安怎？安尼，把流亡政府赶走，由我们来取代，安尼才有意义。啊无，咱阿西伫遮咧。拍拼伫遮咧啊上课，阮迄阵啊第一届上课伫遮，无像恁咱即马讲遐好势呢，有桌啊啦，但是安怎呢？爱家己带睡袋来呢？啊，迄阵啊，我几度尔呢？三五度尔呢？来遮上课三五度尔，啊！迄阵啊，我无遐冷气啦，电风连电风都无呢。第一届是啊，第一届啊，迄大家哪会何必遐艰苦袂爽呀？迄阵啊，就是讲有一个理念，把这个流氓政府赶甲紧赶好走，因为伊伫遮是咧啥浪费咱家台湾啊人民所缴的税啊，浪费。国家资源啊，学白做啊，学白母啊，好、哦、啊，所以咱大家来教受训，要有这个目标。你若要来做官员，你一定爱安尼贪污，咱较早讲了，一定得爱清算嘛。啊，那阿伯啊，咱咧讲，这个食品公安问题。要创毒药害死人，啊！这那是爱来清算，清算三五个啊，大家乖乖哦。啊，因遮唔是讲有钱会解决的，我几下会准备予恁处理好就好啊。安尼干掉，啊，假死的，唔是干那财产充公就会使，假死的，安那赔。死都带去啊！他安怎赔？迄就是安怎，拢政府的问题啦。政府无执行，无严格，啊，就官官相护。安怎叫做官官？政府上爱安怎呢？大的企业，啊，我来甲恁斗三工者，啊，我退休啊。我来恁遐做一个董事，拢安尼啦。啊，退休了后来啊，创一个顾问，啊，拢安尼啦。啊，拢是啥？要过领薪水啊！啊，当然伊家己乌白来啊。所以，毋是干呐，这个要做啥？这个
放毒药给人吃的，这个用这个吃了会得癌的，这个就算提毒药给人吃的，这个厂商要枪毙之外，主管机关的那个头头也要抓出来枪毙。这样公务人员大家不太乖，没事啊，我这样薪水也没事啊，百姓死都不要紧，枪毙啊，鞭刑啊，没起码啦，要鞭刑。这个是那个时候我刚在国外，我不知道真的那时候是很严重的，你们大家都不知道有吃到吗？好，你加载我两三年啊，若要买食的啊，看什么牌啦？看到吉利的，可以，没有问题，我买。其他的啊，不爱买啦。因为我无提吉利的广告费哦，我是爱甲大家讲，他这个是本土的企业，咱本土的人爱支持，伊也把关足好的。最近发生这个代志，鱼米无代志啊，是毋是安尼？大家目睭闭较紧咧，我无甲鱼米关系一点仔关系拢无哦，但是我要甲大家讲。我要跟大家说，本土的确实有本土性的企业，我们支持，不是那些都走到中国去，他们如果是有在自己在做这些放毒药给我们吃的，这些都要抓起来清算，这些主管啊，这些办这些啊，不是只有落台就算了，都要鞭刑哦。所以我们有一条台湾啊，迄、那个叫做法案啊，咱最近法案通过了后啊，有鞭刑啦，阿伯要大家陪边卡安尼。啊好，咱过来，成本啊，大家拢知影。咱来家上课爱开偌济，家己算看卖，成本算看卖。有个人无同款嘛，有个目标，有个是坐高铁来，搁换计程车来；有个是坐巴士来，坐到遐，再搁坐计程车入来，拢有啦，拢是爱啥？爱成本的啦。啊，咱真正的成本爱考虑啥物问题？咱用表格啦，为这个成本管理的领域啊，用这个表格来讲，给大家较清楚，安尼啦。成本的支出嘛，咱提钱去开支出，啊，支出啊，只要啊，这个咱成本管理来讲有。资本的支出和收益的支出，资本的支出、啊、是后摆啊无用了啊，就是资产。啊，资产哦，啊，咱这是财务状况表吼、哦。有诶讲，哎，这个应当是资产负债表才对啊，怎么会写财务状况表？我甲大家讲，因为一零咱啊，这个做啊，咱。这个流氓政府算啊，民国啊，这个1003年啊，咱起码1003啊，咱都实施国务啊，迄、那个叫做国际财务准则啦。因为咱上市公司的小，要较方便去外国去募集资金，免阁转换，所以因起码拢用。国际财务准则的规定啊，国际财务准则快诶，迄个
迄个规定啊，迄个报表的名称啊，是用作财务状况表啦。啊，咱较早叫做资产负债表啦。啊，有的人有读过会计人，哦，啊，若即马才毕业的，啊，你有去依照国际财务准则来讲的，吼、哦。啊，损益的话啦，叫做综合损益表啦。哦，即马是安尼。啊，当然，这个支出有收益的，啊，已经耗完啦，啊，就是损失嘛。啊，那无，唔是啊，这个没有啊，这个有收入产生的，啊，这是无的损失。啊，那有就变到费用嘛。哦，啊，这个关系，和大家稍微清楚一下，安尼就好。咱过来看。成本考虑不当，或是被啊忽略了，可能啊导致决策上啊那么多大的啊不利的经济效果。啊，头拄啊一个董兴讲在发啥核四，核四到即卖还袂发电呢，啊，拢总了几啊百个安尼，啊，这着啥？啊，这都决策上决策不当啊，决策上的不当啊，迄、那个不利的经济效果。吼、哦，啊，咱这好了解，咱起码吼，啊，过来看这吼、哦。有时候，咱这个成本支出啊，有的是国家也会破产呢。啊，前一两年以前，冰岛、希腊破产呢。好、哦、啊，当然现在因为欧盟不希望它整个破产，欧盟又资助，啊，使他们带动这些经济回来。好、哦，类似安尼吼，哦、大家了解就好。咱这都我爱清楚啊。成本管理的重要啊，它只要依照公共事务的观点来讲啊，依照公共事务的观点来，第一，先天的限制，咱台湾的资源一定是有限的啊，咱台湾的啊天然资源一定是有限的，无法度甲啥，无法度甲美国比。无法度甲巴西比，无法度甲南非比，咱爱去参考什么？迄个新加坡，人新加坡安怎做？伊那是一个小小的，咱迄个叫做陈唐山做外交部长讲啊，新加坡这里，哦这样。平塞多了，我爱一算新加坡大反弹，人家治理的那么好，管理那么好，因那奖励下高学位的要多生小孩子，女生大学毕业啊，男生大学毕业，鼓励奖励多生小孩子。是安怎呢？他需要提升嘛？啊，主要重点在这，他希望不要被马来人跟这个印度人啊的人口赶过华人呐、啊，所以鼓励啊，一直啊，那华人要去移民新加坡也特别。啊，放宽，好、哦、啊！当然，他有定一个门槛呐、啊。你如果是专业人士，年轻的要去，拢很简单。哦啊，这是甲大家讲，我们因为天然资源都有限，他要的是什么？要的是人才。啊，我们也是一个国家，一定也要考量这些嘛。啊，这个就是。先天上的限制嘛，啊，咱过来个
啊决策上的啊作为啊您定的一项必须要了解说我们这种政策的定定要达到一个适当的啊某一个目的啊这个目的所采取的啊这个政策也要跟考量的这个先天上的问题跟财力上的因素都要考量，袂使讲，咱办一个花博，开遐侪钱，留落来拢无啦。安尼是要啥？因那留落来，阿爸今个会贪污，佫查的也较麻烦啦。那佮放烟火同款，迄个上有诶吼，迄个苗栗县啊，苗栗县。伊即马伊迄个依照啊财政的迄个指示啦，用迄个医学的语言啊，伊讲脑死啦。苗栗县，哎，这个不是我讲的哦，那个都有报道的哦。啊，因为我们不讲到那边没有图案给你看啊，如果我讲到那边讲预算的时候，我会那个图案给你看啊。哦，这个是好大家。了解讲这个情形，爱办迄个因大厂的音乐会啦，我爱来办放烟火啦，爱迄种搞不来怎安怎？啊，刷去都无去啊！啊，你要安怎去查？过来，第三个就是啊，那么终极的目标，这就是企业甲国家拢同款，因为等于是经营嘛。一个啊，企业经营好，啊，你要来经营国家。较早美国咧请国务卿啊，拢安怎请呢？有诶用诶大企业诶，甲叫来做啥？做国务卿啊。有诶拢安尼啊，吼、哦，毋是讲哦，拢无经验诶啊，咱即摆叫啥？啊叫。哦，大学啊，都去摕到博士啊，等啊啊，伫啊大学教几年，讲啊来领导这个国家，迄拢唔对。上好爱安怎？为企业做总经理，好，这个企业出来就好。啊，咱请伊出来执行，哦，效果会更加好。好、哦，类似安尼啦，伊有经验嘛，啊，有做管理上的经验。啊、所以讲，咱这甲企业同款啊，国家的经营甲企业同款啊，也是谋求什么呀？价值极大化啊！国家的政策是要达到国富民强，民众是最大的幸福为目标，那是咱的目标，咱一定爱安尼去做。啊、来，决策者执行过程跟使命。好、哦、啊，咱即卖过来讲，第一个讲啊，政府管理的决策者有权利也有义务，有效啊力的运用有限的资源来创造极大的啊价值。实际上一定爱安尼啦，所以咱我们台湾民政府的啊公民权利法案有一。29条，公预算的编列的排列是次序啦，要一本比要大于一才可以去执行，啊，一本比越大的先排列，这就是公，伊就爱考量这个因素，要创造极大的价值。啊，咱拢有咧考虑到遮哦，咱会做基本法哦。刚刚啊，参送两院通过的啊，台湾基本法，咱脑考虑到这点，所以咱阿伯啊，行政单位咧做，爱根据这些来做。哦，第二个啊，那个第二点，有效率的管理。还有啊，我们有丰硕的啊效果，那
这个是因果关系，哦，这个都是因果关系的。啊，来要了解支国家支持的方向是否正确，但还可以模仿人家，哦，圣公但可以模仿新加坡，新加坡治安很好啊，是安那治安会很好？啊，就边境啊，因家唔惊是啥？讲啊，我抓到啊，未安怎？我搁来遐进粮啊，来遐讲深造啦，入去迄个讲迄个社会迄个大学里面又去深造，黑老大学深造啦。啊，这啊得哪法度啊？那成安尼，所以咱阿伯啊吼，执政的时啊。拢无爱迄个做啊，监狱阿爸拢改养老院，哎，监狱拢去改养老院，遐人啦，老咧拢去服务养老人啊，养老人民啊，啊，其他呀，迄拢变乖啦，变形啦，啊无违法的啊，除了变形之外，还有来受教育啦，改造啦，吼，安尼吼，这是阿爸爱安尼吼。啊，好，咱过来，咱起码要用管理的系统，啊，加管理会计功能来做比较。这就是讲做一个决策的时候，依照管理的系统是安尼做的。哦，咱要来拟定决策时要有规划，啊，规划迄阵啊。因为要做这个决策，要经过啊分析相关的资讯，哦啊，然后啊这个规划好了，要有预算，哦要有钱，啊才能够做啊。啊来啊再来做控制，啊这个控制啊出去了，就把它分配到责任中心，哦每一个单位要负责什么啊来做控制，啊来做考核，啊再来绩效报告。啊，这个然后再回到来这边，再这样进行。这阿伯给一个概念，大家有了解讲。秘书长会跟咱讲，咱拢爱有家己的啥？迄个等于团队嘛。你甲你派出去做厅长。你去接收，你家己一个出去，啊，有影可能一个月就回来。你家己就爱去找三五个团队，啊，斗阵出去，吼，啊去了解，搁去啊去深入，啊，这就是啥？爱做分析呀，吼，啊，袂使讲。人去，人讲啊，以前，早上秘书长也举这个例子啊，讲啊，以前科长都安尼做，啊，都局长也安尼讲，啊，这爱会使签，会使签，好啊，签落你阿爸你就是啊，你都啊，你是主官啊，你是政务官啊，啊，政务官俩去枪毙。哎，讲啊，以前都安尼，以前都讲啊，历史工业，啊，定定有迄个历史工业，哦，无啊吼，无迄个定定有历史工业吼，啊，这是国民党诶时代叫迄个历史工业吼，啊，来，咱即马我要互大家了解先本啊管理诶观念就是啥？咱的主要是成本管理的目的，就是要来啊决策的用途的判断，啊，要来利用还是有效资源来创造最大的利益，有效迄、那个有限的资源，吼、哦，咱无法度啊，无法度，咱唔是钱贪害啊，要做虾米代志要去思考，啊，是唔是会创造最大的利益，吼、哦。啊，过来，哪些啊？啊，哪些咱这个观念哦？有哪些才算啊？必于决策的用途的成本资讯，有几种爱了解。
啊，实际上，咱爱互了解讲成本的性质甲伊的观念啦。啊，咱过来就是啊，要来讲这个介绍这个基本的观念啦。哦，啊，基本的观念，当然这大家看者就好啦。我简单的讲就好。什么叫做历史啊？历史的成本啊，甲迄个做叫做预计成本。重置成本这三个无同款，历史的成本就是讲，那是今日发生的员工是重置成本，即马去买来物件，即马去买就重置，即马买来就这个。啊，历史就是今日过去啊，迄是昨夜，昨夜叫做历史的成本。哦，昨天发生的成本东西。叫做历史啊，过时间去啊！啊，这预计的是安怎？哎，也未到啦。好、哦，咱预算要做什么啊？也未到。好、哦，叫做预计成本。好、哦，这大家了解一下就好。直接甲间接的关系。好、哦，什么叫做直接？什么叫做间接？这依照吼成本的标的啊来划分啦、啊。直接，咱若讲来讲，这支旗啊好啦，这支旗啊，大家想看卖直接成本是啥物？布，啊个塑胶钢嘛，这是直接，车的钢，吼、哦，这叫直接，吼、哦，成本嘛，吼、哦，啊，啥物叫做间接的？间接就是讲，你的支出与这个成本所占的比例足少的。间接啊啦，有当时啊吼，线啦，车这个线啦，一点仔囝俩，啊咱歹算，怎甲算间接成本？咱买一群，啊这都无法度好，一个去算啊，寸尺无法度去算，啊一群才俗俗啊尔，所以会使甲列个间接成本。吼、哦，类似安尼个，啊，过来，咱过来，哦，这都爱大家爱会晓吼、哦。你若开工厂啊，你这爱特别会记，你一定爱了解变动成本甲固定成本。固定成本啊，员工，你工厂每工开工，无论你有订单无订单，有咧生产无生产。你爱开出这些费用，迄叫做啥？固定的啦，哦，固定的成本啦，啊，都爱发啊，董事长的钱嘛，哦，迄固定啊，因为工资有都分两种，有诶分是咧做物件诶变动成本内底，啊，伊诶，所以这个工资是。间接的都对，董事长、经理的成本拢固定的，吼、哦、啊，类似啊，也是机械职工啊，帮助这拢是啥？这拢是固定啊。无论你有生产无生产，你一定要支出的。你的工厂的管理，你要先转去，把固定的甲列出来。变动的甲列出来，咱就有法度算出来啥？我今仔日生产偌济，才够成本。啊，若无够这个卖出来成本哦，唔好做啊！这个生意要收掉。今讲较简单的吼，你做一间店啦，啊，做一间店底下咧卖。这个好了，咱讲迄个冰淇淋啦，好啦。啊，你一工卖几支？爱算啊，啊，几支这吼算变动嘛吼？伊迄度卖一支赚偌济？伊所赚回来只有法度卡吧？只个哦，做咱的房租加只个人工的成本无？啊，那无，迄唔好卖啊！迄愈卖愈了钱。好、哦，这个观念爱有啦吼。那您
恁工厂若有啥物问题吼，我呐很愿意去奉献，甲恁斗参考，快紧哦。因为我本身话，对成本吼，我第一个讲书的论文都写啥，你知影？写一低成本啊，价值分析与一低成本，迄套三四十年以前写的，甲即马啦，这个是足新的，价值分析与一低成本，我不是降低成本了，我是一低成本哦，哦，这是江苏的论，我副教授问我们在讲写。生产管理理论与实务，我一本下本。教授的论文在写企业采购管理决策，类似拢这个问题。我本身又是专业人士，这给大家知影吼。这因为时间上的关系吼。咱不爱讲伤济啦，我头拄有讲过吼，这拢会使扩转去。即卖这个问题爱予大家知影，机会成本是虾米？吼，要选择某一个方案，拒绝其他方案，放弃方案中的最高利益者这个就是机会成本。吼。咱这算起来，你要来这上课，你已经有三天未使过去做其他呀。你去选择，是不是来这上课？你后摆啊，你的发电，你后摆做政府官员，你的发电的机会成本是最大。你当然要来选择这边嘛。你未使讲你这三天去伫厝的都在困嘛。类似安尼啦，你。清楚的哈，大家知影的。好，咱起码这那是爱了解哈。这我看时间上的问题，咱就到结论来啊啦哈。成本的观念就是要做啥？要做好事情。成本的观念要做好事情啊，也要做什么？做对了事情。做好事情就是态度。大家都来上课了，有这个态度，再来就要有心了。拜托两件事，这个就有心，找更专业的来这边上课，又去叫大家来办咱。晶片的身份证如果你的态度不错，都来了，现在要有心去做这个其实我们这个结果是美好的，因为我们最后是要怎么样赶快执政嘛所以大家都有这个态度还有有心，那我们最好是能够达到的嘛谢谢大家感谢各位。